他回来了，小心头，哇，真的耶！你在哪个区啊？好紧张，我现在手汗。你说广东，你说广东，两张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刚刚遇到一个诈骗的 LINE， 我就去查破解诈骗集团术语，它上面有几句话，实测看看。他明明就叫吴佩颖啊，他叫陈希元，所以你到底叫什么呢？好，那你直接天王盖地虎。他回来了，真的耶！好，上下有两对对对对对。请问你哪里人？我现在有点害怕，是自己的 LINE。你在哪个区啊？好紧张，我现在手汗。你说广东，你说广东，两张。那生意如何？哎、欸，他就不回嘞、欸，他不回了吗？我了，不行了。哎呀，我想，为啥容易？遇到一样的人呢？哇，你真的可以。没有，没，你说没事，兄弟，各自努力，各自努力。哎、欸、呦、欸，他蛮有礼貌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他好有礼貌，抓电吉他。我是57088啦，我是你爸爸啦，怎么了？嘿，我派出所，请问一下你，我你还要再跟我讲什么东西？那请问一下你的客服编号？我是57088啦，我是你爸爸啦，怎么了？哦，没收过就大张啦，这次轮到你没有参与功能了啊！哈哈哈我被骗了。他是怎么那个？他跟我说我不对来东西买错，就诈骗呐。对啊。那你后续还要再回？哎、欸，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先生？我这边是中国信托，请问你是哪一位？中国信托吗？请问你的职级跟姓名？对对对。处理什么样的业务？你可以问他，取消这个会员业务。你是会员业务什么样的会员？对，我这边是中，对，他这边是有申办的一个会员业务，要我们这边帮他做取消。好，取消什么东西？没有说要做，对，没有说要做什么的呢，是吧？你不要误会哈。取消什么东西？是您的。取消什么东西？你说他什么会员要取消？取消他们那时候我们是投资一个博弈嘛，一个娱乐城，然后到了一个金额，然后现在那个钱要领下来，要5%的价钱，就是你的钱还拿得回来就对了。是有这样子想，因为其实我当初的那笔钱我是用贷款去。我知道，但是你那个博弈的那个网站到底是真是假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啊。对，我那时候跟你说，那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做的网站啊。他们后面工程师怎么操作，你又不知道，那也不是真的，说不定他们都不是真的博弈的网站啊。网站有人就是，我的孩子，妈呀，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怎么会去？怎么会去？所以这是骗人的啊！很多人就是因为像你这样子，然后就领钱这样子。有。你在哪里？妈妈，你在哪里？我下班时在银行跟警察跟什么？他说你贩毒了，你跟朋友去。你家确认人没有了？你在家真是，是你。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